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箱，今天要开什么？这个哦 ，Stereo 不二良的米小鼠，它现在不叫米小鼠了，它现在叫鼠小小。鼠小小，哦，难听。好，我们要来开箱，盲盒的，对，盲盒，盲盒，米小鼠好不好？米小鼠。可以吗？开始了。可以啊。好，一中盒有十二只不重复，那十二中盒呢，会有一只隐藏版，然后期待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到隐藏版。要祷告。开卖当天有人抽到隐藏版，知道阿信有短信分享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也开到隐藏版，阿信也会分享。但是真的很难，144分之1，干燥剂。这只呢，很有，不能拆。来第二只，我都喜欢小心的把盒子保留着，因为我觉得盒子也是设计的一部分。所以呢，第二只呢也是很有的，连续两只都不是我的。好。再来，我们来拆第三只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哇！我这个粘这么紧，这个应该就是隐藏版的。但这个因为是盒碗哦，所以它其实都粘得很紧，就是怕有人去挖来看说里面是什么。这样就不要挖盒。对，不要破坏盒子的包装。哇，红色的。嗯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隐藏版。很像。其实是涂鸦鼠小小。家属小小，我刚看到那个红色帽子，我真的一瞬间以为是隐藏版。对啊，很像哈、哦，跟隐藏版的很像。噔噔，隐藏版，隐藏版，隐藏版。等一下，抽到隐藏版，不用再抽了。要卡片拿着，卡片拿着。啊，抽到隐藏版。今天看到 IG 上，大概顶多才三个人抽到。叫我看是什么？做的还不错。对啊，他这次这个娃娃都做的不错。哎，这样要留还是？要卖啊！这一定要卖。深呼吸一下。啊！你刚刚你有一瞬间，你不用看那个图片，你就知道它是隐藏版。我看到图片了。我靠！这么快？144分之1耶！一百四十四分之一。一中盒12只嘛，12中盒是144只，144分之1。对，好，接下来就很轻松了，慢慢拆了，这再来都没关系啦，对不对？欸，这粘的有点随便哦。好，我是没有的。除了隐藏版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很漂亮哦。嗯，这个因为，它有那个消光跟亮光的不同的两个黑色，所以这是叫酷黑鼠小小。酷黑哈，酷黑鼠小小。
这只也很漂亮，这只叫都会鼠小小。我猜这个真的，特别是有猜到隐藏版之后，就觉得特别觉得很好玩。有没有很大的成就感？金头发，这是什么霓虹的？那只叫做霓虹鼠小小。你看吧，霓虹鼠小小。我有做功课嘞。它这次的设计就是有多的头发，我觉得还蛮特别，蛮好看的。因为过去它只有戴帽子，这次有一个头发的造型。对。哇，这只也不错，钓鱼的吗？这只叫做工装鼠小小。工装，我觉得它让我想到 Theater 的依稀。哎，真的，蛮像他们家的公主。对，那种美式钓鱼乡村的公主，每一个都有放干燥剂。哎，这个跟那个很像哎。对、啊，同一个模具做的吗？这一只叫做丹尼鼠小小。哎，不对，不是啊，这一只叫做探险鼠小小。哇，对啊。哇，你比我还清楚。对啊，剩下最后一盒了。不愧是寿星啊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啊，到了。对，它是生日礼物。对啊。好了，最后一只，哒哒。这一只是潮玩鼠小小。好了，猜完了。哇，我们猜到隐藏版。所以如果猜到隐藏版的话，它整套十二只里面就会随机的少一只。对。但如果真的抽到隐藏版，就真的。还蛮幸运的，因为其实如果你少拿一只的话，你再去跟别人收，其实应该也不会太难。很漂亮，很值得收藏，特别是当你有隐藏版的时候，爽啊！可是你好像知道叫鼠小小有点……对啊，我还是觉得它叫米小鼠。OK， 这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哦，耶、yeah! ！